终于又回来训练了，之前在新豆店的十斤的肌肉全掉没了，现在是回来恢复性训练。练上肢下肢啊，今天下肢腿没劲，腿没劲还练呢？来吧，来，你给我来一个7天的计划。能练多久？练7天。这对，好，转回。那他的核心比我好啊。你相信是抱着。对，抱着走路时不会晃。坐回，对，来，沉住，走，对，往上，跳，完了，坚持不了60了，对，60到80，坚持不了60了，对，60到80。第一天打卡。收工，明天见。地上跑还好不去。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Sing to me. 我这回巨疼，我现在腿巨疼。屁股加大腿内侧。老年机啊，那这么大，我的妈，那这么大那啥？这儿啊？这儿啊？啊，小楼看不清。老年机啊。跟老年机似的，没有很大吧？就很大了。熬夜，不运动，不好好吃饭，对一个人的毁灭有多大？从一个壮壮的男人变成瘦瘦的男孩。拿不住，终于有肩膀了，已经消失了3个月的肩膀。拜拜 everybody， 第二天打卡结束，明天见。第三天打卡，我现在今天起床的时候已经感觉腰酸背疼了，第一天感觉是被5个人打了一顿，今天是感觉被50个人打了一顿。哎，虽然这个只练了2天，我感觉2天过得好漫长啊，这2天我感觉过了2个星期一样。哦，那会儿跟 WCBA 的潘龙烈一块练，同样的重量，同样的强度，我能跟全程。太沉了。不沉，可以。感觉有被侮辱到，平时我要自己练吧，就得喊沉了。但有俩女孩在这儿吧，就有点不好意思喊。去髋屈膝，1、2、3，触电的一瞬间要起来。对 ，OK。做完以后，要不是有弟弟在，我也喊中。是不是不放音乐有点干？我再甩头。I gotta read， 啥游戏？这就钻进了 VIP， 啊，好痛啊 ！Come on man， let's go。走。今天感觉有回声，就是要让自己保持兴奋，保持兴奋就不会感觉累。第三天打卡结束，明天见。第四天，我今天已经感觉不是被人打了，我感觉我已经废了，弯不了腰，按不下去。但我觉得我昨天没动作没问题啊，没问题啊。运动打球使人快乐，快乐的打球使人开心。好，
现在肱二头已经燃烧了，发热了，现在发热，现在在我第四天打卡，我现在的七天计划已经过半了，还有三天，坚持，加油！明显感觉夏天过去了。我今天戴隐形眼镜都这么戴的了，我今天戴隐形，真的抬不起来呀啊！第五天打卡，下班。现在北京天黑的贼早。神清气爽，第六天。啊，这擦掉链条了，这么啊啊，然后那传输线是这么的，你看像扣严实像鞋，然后那个手腕上这么走，然后那个球就这么转了。哦，你就让擦掉链，擦链撇可好了，这么拿，你撇它。谁说了我们懒代表潇洒，将正午的阳光再把你暴晒，把那些旧观念都给我抛开。你知道我们懒代表潇洒，将正午的阳光再把你暴晒，把那些旧观念都给我抛开。Go get it up, get it up, get it up, get it up. No boy, what up? Lil kid, what up? 看我们每一下都对准你的脸。What up? Lil boy, what up? Lil kid, what up? 看我们在巅峰，你们离得太远。What up? 我的天哪！一二三四，我好久。没有说过这么大重量的。第六天，第六天打卡结束，我的国庆七天的训练还剩一天了，拜拜。开发开发动手能力也挺好。今天国庆七天训练的最后一天，七天即将打卡圆满，开始训练。好的，大家，我国庆七天的打卡已经圆满完成，一天不落。然后这七天我感觉我自己无论是从体能上还是力量上还是身材上都有了一个恢复，有一个回升。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前一段时间可能因为通告很多，然后工作变多了，然后都在熬大夜赶通告，没有时间运动，然后感觉自己的状态下来的贼快，然后感觉自己状态不是很好，不是很对，所以难得有这个国庆假期，所以这七天我都用来健身训练，然后我感觉我现在的状态恢复的还挺棒的，以此来告诉大家，就无论工作再忙，生活再满，我觉得拿出一点时间去运动，去锻炼，它可以让你开心，它可以让你的状态变好，它呢让你更好的去面对生活的挑战，工作的挑战，所以运动很重要，朋友们，加油吧！啥意思啊？搞艺术啊？技术啊？你管我技术呢？回信。